你疯了吗？还穿成这样？你知道这都有什么人吗？有你啊！你不是说喜欢美艳的，喜欢性感的吗？我这还不符合？哎，肖哥！哎，露露，一起喝点啊！我跟你说过，你不是我的菜。肖哥这人遇上麻烦了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给我瓶啤酒。算了，给我瓶水吧。小姐姐，认识一下呗，我叫齐宇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并不是很喜欢看起来比我小的男生。为什么要坚持这些条条框框呢？而且我只是看起来比你小，还不一定呢。哎，加个微信吧。不好意思，他不加。别闹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什么身份管我呀？我不要哥哥，我要男朋友。有吗？口是心非的男人。